男人装死是突然听见外面的鬼子居然要开棺验尸，去年阴间的人是不能见太阳的。可毫无人性的鬼却依旧坚持要开棺检查才放心。家人见状，试图上前阻拦，但还是被小野一把推开。而此时棺材里的金哥也做好了随时还击的准备。眼看丈夫假死的事即将暴露，妻子闻听，试图再挣扎一番。死者为大，你这样亵渎亡灵，就不怕遭到报应吗？可小野听闻却不以为然。 并且要求手下立刻开棺。只见一把刺刀直接扎进了棺材里，在一阵撬动过后，棺材盖还是被鬼子全部掀开。就当小野想要上前检查时，却被文婷给拦了下来。随后，他缓缓来到棺材面前，将一块白手帕盖在了金哥的脸上。而不放心的小野还是想掀开检查，但文婷却突然抓起两把刺刀。她宁愿死，也不愿意别人动死去的丈夫。家已破，人可亡。 我还怕死吗？小野在犹豫片刻后，还是决定放他们出城。本以为计划会进行得很顺利，可就在队伍刚走出城门时，却被小野再次给拦了下来。原来他看上了文婷的姿色，并且表示如果要出城的话，文婷必须要留下来当人质。为了能掩护金哥安全出城，文婷只能答应小野的要求。你们准备把文婷带到什么地方？ 望江楼，一听到要带去望江楼，棺材里的金哥预感到出大事，但现在的他却不能有所作为。不然就会害死帮他的所有人。队伍虽然顺利走出了城，但文婷却被小野带到了包间。我干什么？你别管了！就当小野准备行出城之事时，不料却被文婷用发簪划破了脸。愤怒不已的小野当即就拔出军刀，想以此来逼迫文婷乖乖就范。但他还是小看了中国人宁死不屈的精神。随即，文婷便跳进了深不见底的河里，周围的老百姓见状想要上前搭救。 金哥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不死，我是不会死的。这时，地上的鬼子还想试图拿枪，但却被金哥一枪打死。为了不让小野死得太过于轻松，金哥当即就准备和他展开决斗。面对挥舞着军刀的小野，金哥只一闪就躲了过去。随后，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。此时的小野还不知道，金哥在德国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，他根本就不可能是金哥的对手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小野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金哥怒气冲冲地将他拽到军刀面前，然后趁着鬼子没有防备之时，迅速将他们通通放倒在地。而小野也看清了金哥的面目，顶哥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不死，我是不会死的。这时，地上的鬼子还想试图拿枪，但却被金哥一枪打死。为了不让小野死得太过于轻松，金哥当即就准备和他展开决斗。面对挥舞着军